我完全没有，就是造型就是到底是说什么就什么，没有灵魂，没有灵魂。像那个杨明威就是要跟林沙一样。哎，我们是、哦，我们来的时候才发现，对，对一点点、啊，可能酒水部的一个小小的默契。上美妆节目，实境秀班底合体大亏，彼此众人合力开美发店，说身边也有朋友要求帮忙做造型。是有一些朋友啦，然后。我是不敢精神状况不好对就是感觉三杯之后哎对对对对酒精中毒的朋友我个人是不敢拿朋友开玩笑啦朋友有一些想法但是我也觉得还是先不要酒水部的林莎说有次伙伴杨明威不在很慌张两人也分享拿手饮品才发现我很多东西都做错了因为太临时了会不会这样反而更好喝其实他们觉得还不错上次什么七七老大喝到某一堆觉得很不错这样我回家，我要顾两个小孩，我还真进啊，我还真进啊，不纯的那种。身为小帮手，黄柏峰说，帮顾客姐姐们按摩，常被要求大力点。另外，他们也在沈玉琳 Melody 综艺节目分享黑历史。为玉蒲团被记过，我还把它夹在我的课本，教官就把我书包打开。要去捡的时候，书包掉出一片。玉蒲团。邱谢凯说，某次在火车上厕所门没锁好，被一群年轻女生打开。谢依霖在火车上睡着，醒来发现自己横躺车厢门口，糗事让现场笑声不断。TVBS 的新闻上面是洪婷泰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